我稍微跟各位讲一下这个部分哈，因为影片我不好意思，我忘记把它丢进去。好，这个是玄奘大学一个学生，哦，他们到台北去做一个拍摄的那个专题，然后回来的时候，他们大概就不外乎去做那个跟拍了，然后他们去叙事的方式就用传统，从早上几点在中正纪堂集合。然后就是一堆人拿着物资，然后开始这样走，然后搭飞机到泰国，泰国又到台北，然后到那边已经是几点？他就是这样子整个把过程叙述下来，哦，就这样叙述下来。然后他们开始就在解释说，这个泰北的地方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会有这个地方？是称之为孤军啊等等那个部分。可是他们遇到了一个很大的状况，就是常常缺乏现场的声音，没有临场感。这个部分其实是我们哈，我们在做影片的时候，很多朋友哈，比如说在座的很多朋友可能就想说啊，这响音可能会干扰，哦，因为响音就差，然后就是音乐从头下到尾，好，很多时候就音乐从头下到尾这样子。其实为什么我们会有现场音、有旁白、有音乐、有什么？其实是某个程度，你去调整那个音量的大小，你会让那个影片变得有层次。它厚度会比较厚，比较有层次的，比较有层次。美工给他使用音乐很就不为安，很浅薄这个样子。哦，然后现场音不会用，然后主题哈，哦，聚焦都没有聚焦。哦，比如说我今天去台北，我们都知道，不知道台北那个什么孤军的那个山，请举手，不知道请举手，大家都知道对不对？结果他们去那边哈，哦，我就看到他们去访谈，你知道吗？访谈。他的那个妈妈说为什么要学华语，哦，然后那个记者就问他们说，哦，因为是华人所以说要学华语，然后怎么样，然后就开始有一些那现场就说我真的很不错，我真的很不错怎么样等等。可是我看到那个影片我很难过的原因是因为这些学生，哦，出去做影片的时候都没有做功课。为什么都没有做功课？因为第一个台北这个东西早在比如说像更早之前博洋他们去的时候，那时候刚开始大家不知道，是后来知道的时候，因为隔了那么多年，每一年哈，某些基金会都会带记者去那边，然后你做的事情结论都是什么？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哦，就那种论述一样，哦，就像以前我们写小时候写作文，写我的爸爸、我的妈妈、我的家、我家的小孩。哦，你到最后都会把它弄成，所以我们要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解救大陆同胞，哦，就是那种，就是用那种概念来写东西。我看到的那个部分就是这样子，一点批判性的思考都没有。我们所谓的批判性思考，并不是说你要去反什么，哦，只是说那个过程当中，其实这些年在台北已经产生了很大的改变，这个部分他完全置之未提，他显然他没有去做功课。台北那边其实现在他们的那个不是第一个 priority， 不是想来台湾，他去中国大陆，你没一点功能。哦，这个过程已经在转变了。即使在那个过程当中，学生假如说去当那个现场，其实他有一个很好的点可以去做影片，可是他忽略了，他用最 safe， 那种白雪公主式的那种说故事的方式的那角度来讲这个故事。其实你在那边应该可以去看到他的改变。它就是一个好新闻，那个角度它没有找出来，那个聚焦它没有聚焦，所以做出来的各个喜安娜不差一个啦。我们看到那个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那样的一个报道，不差一个啦。那你做的也没有比人家好，对吧？反而你应该去找到你的位置跟价值，你想要谈的那个部分，这是极端的重要。好，好。其实哈，今天假如说我们到一个现场，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事件跟人物的选择。因为今天，比如说在一个重大的事件里面，我们要谈一个东西，我们一定会找到人来做访谈，对不对？我们一定会找人来做访谈。你找这个人，我们一定会想说为什么是他？哦，我们找这个人的访谈，为什么是他？也许哦，因为他是当事者，所以我找他。
当然，我为什么找他？因为他有这方面的专业。我跟他对他做的访谈，他那个访谈可以来支撑我要谈的论述。哦，找到正确的人，对的人做正确的访谈，这个部分其实是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常常看到现在，包括50台到57台的新闻记者，常常去做一个很差的访问。要问一个哈心脏科的医师哈，他问到一个心脏的问题，可以问一下，可能问一个那个什么急诊室的警卫，适合吗？哈，适合吗？就像什么，你知道吗？香港脚心脏科问题，你们的那个做香港脚一样，你知道吗？哈，为什么要问到对的人？因为他那个我们要传递的讯息是极端的重要。他有他的专业，我们才能根据他做访谈。骗不在公，不是讲青菜垂直啊，不是在做公平那个嘛。然后这个人有什么特殊的地方？重要的是你要传递什么样的一个讯息？你要传递一个什么样的讯息？哦，然后你可以在哪些现场拍摄到相关的画面？我们在做影片的时候，很多时候哈，就是安尼哈，提供啊，轰门做对吧？然后就好了，好像就你就拍完了，不是呢？你光有访谈，其实假如说我们今天是写文章的话了，也许我们不用去看到很多的场景，比如说10年前20年前它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用文字都可以跨越那些空间的疆界，可是影像里面没有办法，影像里都要画面啊，你不可以说一人讲话一讲了3分钟，我是想啊，今天假如说一个人讲话讲3分钟，他不是一个名人，我们绝对看不下去。那绝对看不下去。即便他是名人哦，他讲的话哈，东西做不了，你也看不下去。所以，更何况我们在做影片的时候，我们去采访的时候，第一个，我们都不要想说我只有做到访谈就可以，没有，我们要去建构很多的画面。当然，也许你会跟我讲说。那不过也是20年前发生的代志，我哪有法度去叫人听？好，我拍不到东西啊，20年前我拍不到东西啊。对，那我们就是要想办法，想什么办法？比如说，今天我们去访问一个人，好，这个人是我一个采访很重要的人。他说，20年前我发生过一场车祸，那个车祸对我影响我的。改变我的一生，这个就很重要，对不对？那当我们知道他有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第一个我一定会问啊，阿弟当初有没有伤过？哦，在医院啊，或者是脚受伤啊，可能一些相关的照片，我们一定会先去问有没有，这是我们最基本的功课哦。因为我们要讲那个故事，我们要画面，我们在做影像，你一定会问他有没有，一还是给他公布呢？哦，你公布，阿弟当初没公布。啊，没有怎么办？也许你会跟我讲说，阿伯就算了，啊，然后他去把访谈做完，不是，不可以这样子。你可以怎么做？我可以请他到那个事发的现场，啊，我请那个当事者到事发的现场去做访谈。我们不是叫他演了，各位，我们不演的，啊，我们在做新闻，不是在拍连续剧，我们不会去演。哦，也不用去模拟，都不需要。你带他到现场，在那边做访谈，就会有不同的东西。怎么说？他会跟你这样讲哦，你可能跟底下说，哎，大哥，那当中哈，你爹你怎你讲，你家话形象怎讲？他一定会在那边看的过程，你可以去看他的表情、神情，他跟再度回到那个场合里面，他的那些一定会有很多的震撼，很多的想法在里面。他可能会移动，他会告诉你说：“哦，就是这家，哦，我那当中就是为这行到这，那台车来，然后弄给我回到这，然后他走到那边，他跟你讲说：‘你啊，哦，那个痕迹还在，这气感你看到，这是不是就有画面？对不对？这样的一个访谈，这样的一个现场的画面，比你坐在办公桌董事长的都要陶景，哦，不要哇，这岁月那个画面要干什么？一点感觉，一点意义都没有。我们要做的不是那个。”是那个最真实的那个现场，你带他到那现场去，是不是就某个程度把那个状况把它建构出来？我们没有用眼了，
你真正去弄一下，敢有法度？不可能。好，这是一个我们重建发现更多角那个影像的一个方法。还有一个部分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去讲，比如说一共开出这几年，倾家荡产，花了为了这个东西，我们倾家荡产，然后花了很多钱。我们当然会问啊，相关的照片，下面没有，我们去想怎么办？我们如何去重建那个时候倾家荡产的一个样子？大姐，你可以怎么说？可以想说用什么样的方式让比如说底下底层年前一安尼好给伊个所有的钱哦开7500万，然后就花掉了。我们怎么样重建那个部分？比如说，拍摄到现在目前他的状况也可以啊，是不是老师？我说我们假设要重建那个时候20年前，或者是说来呈现出他20年前，然后花了1000多万做了一件事情，然后请把所有的积蓄全部都花了。收据，还有呢？相关的人。存折，对。就是存折是一个，我们都一定要想到那个部分。其实这个部分其实是我们哈、在拍摄要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哦，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功课。可是这个最基本的功课，我们常常都忘记，我们只顾到访问呐、其他都不搞定。因为你有存折，他拿到存折来，他就会跟你讲，你管，嚯、哦，我们家1500万到最后存两块，那个有没有很震撼？具体而为，就告诉大家他的那个过程，所以我们常常要去做这个部分，哦，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个，比如说他去认养一个小孩子了哈、认养一个小孩子，他花了20年的时间，他花20年终于可以认一个孩子，终于被认祖归宗。我比如说这样子，你要谈这个事情，你去采访的时候，你要记得哦，你要注意他周遭的环境。这个也是一个记者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为什么？很多时候有一些隐喻性的东西可以出来，比如说像以前我曾经去采访过一个事情，因为它跟户籍有关系，是什么？户政事务所，对不对？还有什么？户口名簿，对不对？户口名簿其实某个程度来讲，它其实是里面都有很多的隐喻在里面。为什么？因为户口名簿其实某个程度它是记载这个家族的悲欢离合都在里面，对不对？尤其是那种泛黄的那些户口名簿，它具体而为在那边。比如说女儿嫁出去，她是不是划掉？以前都是直接划掉这样子，然后或怎么样，然后有新的进来，她会加进去。其实那个某个程度它就跟地图一样，好，我这个家族的地图透过那些户口名簿就会这样呈现出来。这个很重要，我们要去找到。那还户政事务所，也许他家离户政事务所不到100公尺，你就要拍把那个过程相对的位置拍出来。为什么？我们要讲一个什么东西？从他家到户政事务所不到100公尺，可是这认祖归宗的过程却整整花了20年，那个反差就出来了。对比的那些反差，这个都会让你的整个报道更有深度，更有厚度。哦，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哈，这些人去拍片或去采访，啊，就一直盯着那个人，然后他走到哪里就拍到哪里，就很像拍 home video 一样。哦，你回来就会很难处理，因为你的视角太窄，你有时候要跳到比较远的地方来看，这个是他人跟他这个人。你记录的人、拍摄的人跟这个环境的关系，你才能够去把那个关系整个把它建构出来，这个是很重要的哈。好，我给看一。